第四十八题，当火箭点火后喷出大量气体，加速升空，推升火箭升空的力量是来自于下列何者？这是老师上课强调过的重点。火电喷气，然后往上飞，它所得到的力量是来自于所喷出气体所给它的反作用力，也因此这样，所以人造卫星到了太空的时候，也可以靠喷气来调整它的姿势，所以。第四十八题是问说，推升火箭升空的力量是来自于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火箭喷出的气体给予火箭的反作用力。